闷闷闷闷，傻孩子，我是你的爸爸，不是你的妈妈，你的妈妈在你后面。闷闷闷闷，看到胖墩都有妈妈，没有妈妈的小鬼非常失落，于是他找到了他的爸爸。爸爸，为什么其他小朋友都有妈妈，而我却没有妈妈？这件事要从十年前说起了。你的妈妈原本是星之岛的大公主，但是国王反对我和你妈妈在一起，要将我抓起来，于是我带上你的妈妈逃出了星之岛。逃出不久，你的妈妈就生下了你。我本以为我们一家三口可以快乐的生活，然而这一天，国王趁我不在抓走了你的妈妈，还将你的妈妈关进了黑洞空间。为了救出你的妈妈，我闯进了黑洞空间，但想救出你的妈妈需要闯过黑洞中的三关考验，而我却连第一关的荆棘之路都过不去。孩子，我太没用了，我没办法救出你的妈妈。爸爸，没关系，这一次我和你一起去。于是巨人父子再次前来闯关，他们能闯过第一关吗？巨人父子还是闯关失败。爸爸，第一关太难了，强攻是过不去的，看来我们只能智取了。那你有什么办法吗？第一关分为地下攻击和地面攻击，我们可以找星宝帮忙，让他们对付剑龙，我们来对付钢地刺。于是巨人父子找到了动感小新。小新，请你们帮帮我，我想救出我的妈妈。你们是僵尸，我凭什么要帮你？可是我的妈妈是星之岛的公主呀。这样吧，如果小伙伴们支持你，愿意帮你长按点赞三秒，那我就帮你救妈妈。那请大家帮帮我吧。给你点赞。在大家的帮助下，小小新被感动了，同意帮忙救妈妈。随后他们来到第一关，小小新轻易就打败了剑龙。这时巨人父子出场了，他们能打败钢地刺闯过第一关吗？扣一波冲冲冲为巨人父子增加攻击力吧，每个冲冲冲都可以增加18点攻击力哦。在大家的帮助下，巨人父子成功闯过了第一关。来到第二关，这一关分为两路，父子两人各自负责一路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认为巨人父子能闯过第二关吗？认为能的请扣 YYDS， 认为不能的请扣狗头。这时小鬼率先打败了他的对手，于是来到下路帮助爸爸对付美须藤。父子二人合力能否打败美须藤呢？一番战斗下来，巨人父子终于闯过了第二关。来到第三关，剑仙就带着妈妈离开了。